天呢，其实大家都知道说，我们现在目前很聚焦几个县市的选战。那不过在北市啊，我最近看到我们聊天室里面网友大家很忧心，就说怎么一直在讨论陈时中呢？或者陈时中的这个篇幅为什么超过一个多小时呢？大家也要知道，有些时候不是说我们谈陈时中就是在捧他。打陈时中或是挖陈时中的一些荒腔走板的语录，这并不是在帮他助选，所以大家也不用太担心。不过今天有一个最新的议题，想必会让这些很多蓝营的支持者会很有感了，因为呢，他们现在陈时中团队或是整个蔡政府有一个新的定调要攻打的对象，而那个人你我都很熟悉，叫做徐巧芯。徐巧芯还有像是媒体人韦安，他们就说，听说最近尤其是在两个礼拜前，这绿营的高层和这北市的党公职开会，他们也决定要动员编排四组人马，要发动四种不同的攻击。前三组分别没有意外，就是针对蒋万安、柯文哲、黄珊珊。不过第四组居然呢跑去对战，说专挑徐巧芯来打，仿佛已成了第四位的市长参选人。不过看到这里呢，其实杨明跟我们主要特别刚刚私下聊了一下，他想的可能不是这一局台北市长选战，他已经想到是立委补选了。对，所以我说这个第一个徐巧芯当然不是第四组啦，这个台北市有十二组的参选人啊，徐巧芯就要列进去是第十三组啊。那当然我觉得绿营他们会锁定徐巧芯来做攻击，那当然就是巧芯真的得第一哦，就变成说是这个攻击火力可能是蓝营里面的这个翘楚哦，所以呢绿营不能小看他的这个攻击火力，所以要一组人专门盯着他，因为怕他有什么风吹草动可能会危及这个绿营的选情。那第二个就是说我刚刚讲的是说看起来如果今天他们要冲着徐巧芯来的话，很有可能他们已经开始在做一个预防针哦。什么叫预防针？就是陈时中如果选不上，因为陈时中选上的话整个台北政坛不会有动荡，对，因为这个黄珊珊就是回归平民嘛，那这个蒋万安就回去立法院嘛，如果陈时中选上的话是这个模式，对。可是如果蒋万安选上的话，会有一个立委补选的机会，而这个立委补选的机会刚好蒋万安的选区是中山松山，中山区跟北松山，而徐巧芯的选区是松山信义，所以这个有重叠的部分哦。那过去其实徐巧芯也一直被认为说是未来很有可能进军立法院的这个议员嘛，那这一次其实包括王鸿薇议员也被蓝营内部认为说都是很有可能，如果蒋万安选上，因为他也松山信义，当然现阶段他们不会去铺排这个准备了，为什么？骄兵必败，你不可以再这么早就去做这些安排，这是对蒋万安阵营来讲，但是对陈时中阵营来讲，应该说民进党等于他们现在看衰陈时中的选情，那现在放弃比赛就已经输了没有，他们 也不会说放弃但是他们得要先盯好随时可能出来的人选，为什么？因为绿营很可能出来的人选没有在舞台上啊，谁？吴怡农啊，又来一次啊大家还记得吴怡农在哪里吗？他从台北市长部主委卸任，五月份卸任到现在不知道在哪里理论上台北市长选举你不是应该进去里面当发言人去当攻击手吗？对，没有不知道在想什么，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布局。桃园我们的郑运鹏，对，这个郑运鹏他在选市长，他旁边带了一个小弟叫林非凡郑运鹏他们在桃园已经是两场，就是说立委已经把市长跟立委补选二合一了为什么？郑运鹏如果选上，他那个选区龟山这个芦竹区的这个立委要补选，而这个补选目前民进党已经锁定就是由林非凡接棒，林非凡自己都说他的户籍早就在这个龟山了，他自己都说了，他说他户籍已经迁到桃园在龟山了，所以呢这个林非凡是随时准备今天跟参与桃园市长的选战的团队里面呢去准备补选，他在练兵了，而这个就是说绿营他们对自己对郑运鹏是有胜算的打算，所以他们就在开始做练兵嘛。可是台北没有啊，你陈时中团队有哪一个是要下来选这个中山这个松山区的这个立委？还看不出来啊，他上礼拜任命那个四个那个发言人，一个什么小英女孩，然后两个医师团队的，看不出来啊，这完全看不出来，这几个团队乃至于之前讲的林楚英也好啦，你说这个庄瑞雄也好，都没有，看起来都没有要去选这一区立委的风格啊，所以这不合理嘛。那陈时中如果今天要盯着讲那个徐巧芯，我其实我甚至怀疑这不是
陈时中团队的要主导的，这是党中央嘛，党中央乃至于台北市党部，他们认为徐巧芯必那个叫什么必为后患，是就未来他必定会大败，所以呢我们现在要先盯着他，怕他大败起来。但是呢我是觉得他们现在可能有点多，这个有点白费功夫啦，我是认为这个补选徐巧芯应该不至于会这么急的去挑战啦，是对。那这个当然我觉得这个要等到蒋万安真的选上，国民党才会去布局，而到时候也不会有什么初选，我看很可能就是党中央协调完就征召了。可是眼看我们刚刚也讲到嘛，就是你说王宏威也是大家盛传的人选之一，徐巧芯也是，国民党有很多人选，那民进党真的 是，所以你知道前阵子我就聊到嘛，松山信义区是蒋万安哦，蒋万安这一次各大民调出来哦，蒋万安在松山信义区的领先幅度都是甚至比大安文山区还高。这代表什么意思？就是松山信义区一方面它有蒋万安的本命区，二方面是这边的选将都有全国知名度嘛，议员选举他们的议员 选将都很这个全国 曝光啊，跟周玉蔻呛虾啊，对不对？然后呢徐巧芯是这个全国你要绿营讲他是不分区议员啊，等等这样的模式，孟成就是把所谓的战斗蓝的这个风格打出来了。那这个对于在地的选民来讲，他们就会觉得哦，你跟蒋万安，就是说这个选区的选民对蒋万安的那种意识，他们会特别高。所以我说，现阶段哦，国民党当然还不能去布这个局，但是民进党已经看起来是对陈时中比较没有信心，开始布这一局哦。我觉得这个是所谓徐巧芯变到这个变成他们所谓攻击的或者说锁定的目标背后一个很有可能的这个意义。我们刚刚先感谢我们的网友的抖内，这个是票投民主进步党台湾义和团反共抗中上战场，感谢你的抖内。我们其实有些网友搞不清楚，就是说明明就选区不一样。好，是这样的，因为市议员的选区跟立委的选区不太一样。刚刚我们讲到，就是说蒋万安他叫做北松山跟中山，这是他的立委选区啊。但是市议员选区的话叫做松山跟信义，像 double 到就是在松山区的这一块，因为蒋万安有涵盖到北松山的部分，所以呢大家才会认为说那 A 立委跟这个市议员不太一样，但是他们有共同到，所以呢，当然说这个松山信义里面有这么多战将精锐进出，很有可能就被大家提名说，那就会是你们来接棒蒋万安，到时候既然选上市长的话，留下的那个立委的席次。但是斌哥，我们还是拉回来看一下徐巧芯的这个波文，在伟安讲完之后，其实老实讲，徐巧芯的这篇波文让我看不到我们常见的那个巧芯体哦。以往的他很呛辣，那或者是说，你看到他前几天哦，硬要被炒作说他讲这个陈吉仲里面他这个发言不当的留言等等，他过往的风格非常的明显。每次在上节目，你们应该也很了解。但是他今天却写说，我选个议员而已，竟然变成了第四组的市长候选人，那还特别安排了一组人马要对付我。据说是两个礼拜的时候呢，这个绿营就先开会下令了。他说：“请大家要帮帮我，一个弱女子，没有市长级的团队啊，他们办公室包含他只有七个人，家里也没有背景，这种情况下要每天面对国家机器，真的不知道能不能做得到。”他还说：“今天不搞笑，真的希望大家可以帮助他走下去。”还再度强调：“真的拜托大家了，谢谢你们。”我刚刚是不是讲这很不像徐巧芯过往的发文？而且我们也立刻看到了，像今天。当中午的时候快讯跳出来嘛，说徐巧芯的什么宣传车啊、鬼之切入啊等等的交通的事件又被提及了。那陈吉仲这个让我们看完这一篇之后回想说，哦，难怪他那天他其实很常在不同的地方下面留言也很常很呛辣。不过这次被炒作成这样，当然有一些相关的律师又动起来等等的，确实有看到这个氛围。如果真的把他当作是因为立委补选的前哨战，所以先开始打，那徐巧芯为什么他连整个文风都批变了？他私底下跟我们记者甚至说，他这次是真的开始担心他的家人，他家人很普通，他自己说，但他开始担心他的家人会不会因为这个从党高层的直接下令也会遭受威胁。你面对国家机器，其实大部分人都会恐惧，就算徐巧芯是个议员也不例外，因为他一个议员又怎么样？人家如果要弄你，有千百种机会可以弄你。刚刚有一个最新消息啊，对，吴董够呛够辣吧？吴董被沈慧虹告，三天就发传票。11天就开庭，对，非常离谱。哦，然后他们说有些人七月开始就已经检举，到现在完全没处理嘛。这拜托，因为我常被告，我很清楚这个流程。对，你通常你三个月能够拿到传票就算快了。嗯，他结果
他三天就发传票。对，10月3号的时候，沈慧虹提告吴子嘉违反选罢法，10月6号发传票，10月7号收到传票，10月14号开庭。对，11天就开庭，超级快，这史上最快，我这辈子没遇过这么快，所以。你说国家机器有没有动起来？如果不是因为选举，这种案子会速度会如此之快吗？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到这个国家机器动得多厉害。那徐小新当然是民进党欲除之而后快的人。为什么？因为以前民进党在网路上这一块，国民党几乎不是他的对手。在网路上，民进党真的是呼风唤雨，然后国民党没有几个能打的。那小新算是少数国民党中能打的人。我必须很诚实的说，那一天我们大家在那个。地检署门口看到洪威呛辣的一面，很让大家惊艳。可是我必须说，洪威在网路上的功力是远远不及巧心的，因为巧心毕竟是比较年轻的世代，他很会在网路上去跟人家直接对呛啊，然后甚至也很会抓住网路上面的脉动，然后去跟着时事、跟着话题去讲一些东西。所以巧心的反应速度是非常快，这一点是国民党非常少见的。那现在。在整个大方向、大风向对民进党来说是逆风的时候，那像巧心这种人就是民进党没有办法容忍的，因为巧心现在只要带一个风向或者讲一个话题，所有年轻人都会跟。那这样子对民进党来讲，他们想要带话题、想要炒作的风向完全被拉走，所以我觉得对民进党来说，当然如果能够把巧心弄垮。对他们来说是最好的一件事，甚至在某种情况下，我觉得弄垮他比弄垮蒋万安还要重要。因为人家喊出说你票投陈时中就是投给周玉蔻嘛。对啊，因为老实说，蒋万安就算拿下台北市长，台北市本来也不是民进党，所以对民进党来讲，其他损失并没有那么大。可是如果让徐小新一直存在，这会影响未来很多世代的年轻人呢。所以对民进党来说，他一定要想尽办法去弄徐小新。所以我也必须说。虽然巧心今天用了另外一个文风批辩的这样的一个题，可是抱歉，巧心，我看完我还是有点想笑。抱歉，我完全没有同情心，我还是有点想笑，因为我觉得还是那种搞笑风格比较适合你。然后我也不去讲，其实求饶或是呼吁大家支持，其实都没有用。巧心，我告诉你要保护自己，只有一种方法，就是更呛、更辣。就是把所有的事情摊在网路上，接受所有年轻人的检验。遇到什么事情就是要大鸣大放。你越是这样，他反而越难动你。就算他动了你，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那如果说今天因为遭受到这样的压力之后，你就开始退缩了，开始讲话不敢那么呛辣的话，那就完蛋了。因为他会食髓知味，他会更加变本加厉的弄你，而且不止弄你，弄你的家人，弄你的朋友，让所有人都不敢跟你往来。这就是民进党的手段，民进党一直都是这样干。所以巧心要保护自己最好的手段，不是用发这个文具求饶，也不是希望大家来帮助你，不用，不用，你自己帮助自己就可以。你就更用力的发言，更把你自己想说的、敢说的全部都把它讲出来，然后帮大家揭露这个社会真正的阴暗面，揭露民进党的龌龊、卑鄙、无耻，这样子才能够保护你自己。我觉得这才是最好的做法。大新闻大八卦，现在要来开 Turbo 拼订阅数了，就靠你们动动手指冲一波，请一起开启小铃铛，转发多多补课。这个梦梦水独家配方起入入睡关键，舒眠的元素能够安定舒缓神经，让你身心达到放松。当中有传酸调节情绪，增强抗压能力，还有德国洋甘菊萃取物可以疏解焦虑，帮助睡眠。睡前的30分钟来一包梦梦水，白桃风味，酸甜好喝。